亲爱妈妈，平安，晚安。我是你的媳妇阿芬。歹势妈妈，我的鼻音足重的吼。哦，希望上帝会当医治我的感冒，赶紧好起来。今仔日感冒进入第六天，希望我后礼拜一的时阵，会通去看你，袂阁受这个感冒的影响。我真惊甲你话着。上帝听堂太尉遐大第三节，信心感动太尉遐深，予我深知价值，承受福音，深受感化，可以换新性质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我靠救主耶稣，会得伊保守，会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会保守直到迄日。诚心感动太尉遐宽，予我深知价值，承受福音，深受感化，可以换新性质。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可畏的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高一级。感谢主耶稣，嘛谢谢妈妈。